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群传说中的社会青年。每当月圆之夜，他们都会举行一种古老而神秘的仪式。下我房间，好好交战的什么眼？摇到了一家大赌场，决一死战，谁是赌王？欧元、美元和英镑，我他妈想都不敢想。摇到了一个大酒吧，到处是美女和丝袜，苹果、LV、手中拿，寻找着猎物，啪啪啪。